母亲节快到了，我们要来访问小朋友。小朋友的妈妈最喜欢他们做什么事？小朋友的妈妈最常对他们说的话，以及他们想要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礼物？要乖一点，叫我赶快睡觉。妈妈很爱你哦。想要送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想送给妈妈一朵玫瑰花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在学校的卡片和劳作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不要跟别人比，跟你自己比就好了。好的，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妈妈最喜欢我每天早早洗澡就睡，这样明天才会有精神。妈妈希望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照顾弟弟，然后完成功课。亮亮，我爱你。超奶奶，新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帮妈妈衣服倒到洗衣机里面。妈妈，我爱你，祝母亲节快乐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，妈妈我爱你。母亲节快乐，妈妈我爱你。妈妈我爱你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梦里，妈妈爱个梦里。妈妈我爱你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妈妈我爱你，母亲节快乐。自动自发的写功课，吃胖一点。他奶昔的卡片和刺绣作品。妈妈母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我要画一幅画，是画他照顾我们全家的画。母亲节快乐，妈妈我爱你。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今天妈妈录了整份的东西，你可以做饭给我吃。节快乐，妈妈我爱你。帮忙吸尘，或是主动写功课，很不乖耶，但我改过之后，妈妈就会说我很乖耶。母亲节快乐，妈妈我爱你，喵。